哇！一起来飞吧。等等我。从前有一只企鹅，它从小就很困惑。我是只鸟，为什么只能像鱼一样游泳，却不能像鸟儿一样飞翔呢？它一直为了飞翔而努力着，可是没有人懂得它的梦想，所以它独自前往北方寻找飞翔的梦想。那后来呢？它学会了吗？这只是个传说。可是妈妈，我们都是鸟，为什么只能像鱼一样游泳，却不能飞翔呢？你还小，别想那么多。况且遥远的北方只有可怕的北极熊。哦。这里是北极，你一只小企鹅来这里干嘛？我来寻找飞翔的方法。企鹅为什么要飞啊？我是只鸟，为什么只能像鱼一样游泳，却不能像鸟儿一样飞翔呢？跟我来吧。哇，好酷！可是我有翅膀，为什么要用飞机来飞翔呢？原来你就是我梦里的那只鸟。